类面对哥斯拉直接选择动用核弹，随着一阵蘑菇云升腾而上，哥斯拉就此消失不见。以为解决了怪兽的军方举办了一场歌舞会，而负责帝王计划的肖尔深受将军们的赞扬，因为他和三浦惠子以及威廉兰达的调查结果，军方才能提前将威胁扼杀于摇篮。殊不知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肖尔三人最初的设想有些背道而驰，尤其是三浦博士非常抗拒与怪兽直接开战，可想要继续参与帝王计划也只能服从军方的安排。威廉兰达在肖尔的帮助下也加入了帝王组织，然而此时的帝王组织不仅人员很少，就连资金也很是紧张，而想要获得大量的资源支持，那就必须找寻更多怪兽存在的证据。1955年的这天，兰达告诉两人，有人在波照尖岛监测到了辐射激增的现象，而类似的同位素信号曾在菲律宾出现过。也是那一次，他们在破旧的劳顿号上遇到了怪兽黑龙。为了确认是不是出现了新的怪兽，惠子和兰达当即决定前去调查。不过肖尔因为几天后要为委员会演讲无法抽身，只能希望两人万事顺利。兰达和惠子来到了波照尖岛，在这里他们见到了发现辐射激增的铃木博士。铃木博士打造了一个伽马辐射模拟器，并准备利用这个设备引那个不明生物出来。相互介绍了一番后，在惠子两人的帮助下，他们将圆球放在了湖中间并启动了它。对于喜欢辐射的怪兽来说，这种情况类似于钓鱼，也不知道湖面下的那条鱼究竟有多大。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在三人静等怪兽出现时，忙碌完的肖尔突然从美国连夜赶了过来。看到后的兰达很是开心，他热情地将铃木博士介绍给了肖尔，却不想惠子看到他的到来，表情似乎有些奇怪。时间线跳回到2015年 ，Mom， Colonel， 与凯特几人会合的肖尔带着他们一路来到了阿尔及利亚沙漠。根据地图上的标识，凯特父亲的第三站就在前方不远处。就在前面两人边开车边聊时，黑妹突然询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回家。桑吉拉表示计划有变，但之前承诺给黑妹的他一定会履行，前提是这一次他们都能平安地从沙漠回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众人终于抵达了目的地。经过一番寻找后，没想到真的在这里找到了凯特和健太的父亲。See there.此时的他正带着一颗类似于伽马辐射模拟器的东西等待着什么。看到父亲平安地活着，凯特和健太兴奋地开始大声地呼喊，对方也很快察觉到了他们的声音。不成想，当肖尔拿出望远镜查看时，却发现凯特父亲似乎正在让他们快离开。时间线再次回到1955年，惠子之所以对肖尔的到来有些生气，那是因为此时的他们正处于恋爱期，或许是日后的理念不同造成了两人关系的紧张，也为事后惠子嫁给兰达埋下了伏笔。惠子以为肖尔的到来是有着别的目的，而肖尔却表示只是为了看看他。We can't do this. You don't trust me. I don't trust either of us. 就在两人争论时，突然湖中的伽马辐射模拟器沉入了水里。时间线来到2015年，看到凯特父亲准备逃离的动作，众人也意识到了不对劲。就在他们准备返回车上时，帝王组织的直升机突然来到了这里。可还不等飞机上的人高兴，
虽然不知道来自深海的他为何要将自己埋于山石下，哥斯拉似乎并不想搭理这群蚂蚁。而随着他的消失，老年肖尔决定继续追踪哥斯拉的去向，目的似乎与他曾经的经历有关，而这却与凯特几人产生了分歧。他们的目的一开始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父亲，所以双方最终决定再次分道扬镳。眼睁睁地看着肖尔和桑吉拉驾车离开，凯特三人也踏上了继续寻找父亲的道路。随着镜头一转，时间线回到1955年，得知哥斯拉还没有死的肖尔准备将消息告知给军方高层，但却遭到了惠子的阻止。他不希望军方再用更厉害的武器去攻击哥斯拉，但最终还是没能说服身为军人的肖尔。没想到就在三人回到帝王组织的总部时，却发现这里竟站满了人。其中一个军官告诉他们，因为肖尔的不告而别，这里的指挥权以及一切以后将由他们海军接管。原来肖尔这次前往波照间岛竟然真的只是为了见惠子。回到2015年，凯特几人也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追上自己的父亲。话说回来，黑妹似乎不想再隐瞒众人，于是便将自己与帝王组织偷偷联系的事讲了出来。 What？ 原来几年前他得罪了一些人，不得已只能隐姓埋名来到东京生活。他现有的名字包括一切都是编造的，可没想到帝王组织却查到了他的真实身份，承诺只要他暗中透露众人的去向，就帮他摆平一切回到自己的老家。所以他为了回家只能出卖众人，但现在帝王组织或许已经无法兑现承诺，他希望俩人能原谅自己。不成想凯特听完后扭头就走，显然他并不打算原谅。另一边，在帝王组织的47号前哨站监测到阿拉斯加州的裂谷里出现辐射激增的现象后，他们便马上找到了具体的位置。随后帝王组织便在裂谷的附近成立了88号前哨站，以此监测这种不明同位素爆表的原因。当初哥斯拉袭击旧金山后就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有很大的可能裂谷中即将苏醒一种极具攻击性的泰坦巨兽，或许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可此时的帝王组织却只是监测，并没有做出任何应对措施。好在组织里还有些别的成员，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怪兽，避免怪兽再次为祸人间。比如身居要位的桑吉拉，他的妹妹桑德拉死在了怪兽所制造的灾难里，之所以加入帝王组织就是为了报仇雪恨。没想到现在组织却追着几个小孩不放，不得已桑吉拉只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成员选择背叛，并推举老年肖尔为新的小队首领。如今这群人在肖尔的带领下直接硬闯了88号前哨站，准备拿下这里后再去裂谷中与怪兽开战。肖尔告诉众人，接下来这里将由他们接管，不久后整个基地会被封锁。在封锁之前，肖尔给了工作人员两个选择，是抱着世界依旧美好的想法离开这里，二是留下来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就在肖尔讲话的同时，这一切全都被从卫生间归来的巴恩斯所看见。他就是那个监测到辐射激增现象的47号前哨站成员。意识到大事不妙的他迅速逃到了外面，将情况汇报给了总部。与此同时，另一边上级里因哥斯拉苏醒而坠毁的直升机附近，帝王组织里的大胡子竟侥幸活了下来。他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到了附近的机场，不成想却在这里遇到了凯特。只不过凯特看见他后似乎无比愤怒。 You! Where is she? What did you do with her? Oh, maybe you could just take it a little easy, okay? Where is May? 原来在不久之前，卫生间里的黑妹突然发现两个黑衣人闯进了这里。当凯特前来寻找时，地上只剩下了他的衣物。误以为黑妹被帝王组织给掳走的凯特正巧看见了幸免于难的大胡子，所以才如此质问。冷静后的大胡子解释，现在的帝王组织内部已经出现了矛盾，有致力于研究和追踪怪兽的，也有致力于直接消灭怪兽的，而凯特和健太的祖父母以及父亲便是第一类。
听到此话的凯特突然说道，如果只是研究，那为什么自己的父亲会启动某种机器来唤醒哥斯拉？凯特的话让大胡子也有些懵，虽然来之后他并没有看到凯特的父亲，但他曾和凯特的父亲做过同事，他知道这个男人一心想要阻止哥斯拉事件的再次发生，所以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去唤醒哥斯拉。但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更大的灾难即将发生。大胡子希望俩人找父亲时能带上自己，但凯特却坚持先找到黑妹再说。于是大胡子急忙向组织打了一通电话询问，不成想组织的高层却表示绑走黑妹的并不是他们。不得已，大胡子只能请求高层帮忙寻找黑妹，接着便把凯特父亲的情况说给了领导。他怀疑凯特父亲应该发现了什么可怕的事，所以才不停地唤醒沉睡的哥斯拉。挂断电话后，大胡子把情况告知给了俩人，希望在找到黑妹后，凯特和健太能带上他一起去寻找俩人的父亲。随后又把帝王组织调查的黑妹资料说了出来。原来黑妹的本名叫做科拉，曾在一个叫华尔特的科技公司工作，后来因发现公司机密而被迫隐瞒身份。他怀疑是这家公司掳走了黑妹。大胡子的怀疑没错，此时的黑妹的确被这家科技公司给带了回来。原来当初黑妹是因为发现了公司拿动物做研究的事，导致这项投资了几十亿的项目搁浅，才因此跑的路。如今科技公司的领导竟看上了哥斯拉这种泰坦巨兽，他们想研究什么样的神经系统能驱动如此庞大的怪兽。而黑妹作为凯特几人的伙伴，又与帝王组织的人有过联系，所以领导想让黑妹继续跟着凯特等人，找到怪兽后再通知他们，也就是继续做卧底。只有这样，这家科技公司才会对黑妹之前做过的事既往不咎。另一边，肖尔等人带着大量的武器弹药来到了阿拉斯加州的裂谷附近，这一次他决定一劳永逸地干掉即将出现的怪兽。随着他的指挥，一枚导弹首先被引爆，不成想爆炸声却将地底的冰霜雪怪给引了出来。随着剧烈的爆炸，峡谷内的能量也被牵引，一瞬间发生了更剧烈的爆炸。当一切恢复平静后，伽马射线也随之消失了。让我们把时间线再回到1955年，因为肖尔的擅离职守，帝王计划的负责权被海军的一个高官给替代了。而且由于答应了三浦惠子，肖尔也没有把哥斯拉依旧存活的消息报告给高层，所以在军方动用核弹炸了哥斯拉之后，他们就认为核武器完全可以解决这些超级怪兽。加上近几年惠子三人并没有找到别的怪兽存在的证据，所以海军高官训斥几人现在就是在浪费时间，甚至怀疑他们利用怪兽存在的消息骗取国家资源。可以想象一直尽心尽责的肖尔等人该有多么的憋屈。随着高官说起三浦惠子这个外来人，再也忍受不了的威廉兰达直接动起了手。也从这件事之后，肖尔的思想发生了转变，长此以往下去，他们三人肯定会被彻底孤立。现唯有将哥斯拉依旧存活的消息告知给将军，让军方知道就连威力强大的核弹也杀不死他，几人才能继续受到重视。可肖尔的想法却与惠子的想法产生了矛盾。惠子认为军方一旦知晓哥斯拉还活着，肯定会继续动用更厉害的武器来打击他，并不想和怪兽开战，因为这与他们最初成立帝王组织的动机有些背道而驰。不得已，肖尔只能想了个折中的办法，他让惠子和兰达去整理近几年的所有调查资料，然后全部呈给最高将领，只有让对方知道他们并非浪费资源，才能保证组织的继续运行。Since the Latin sank out from underneath you, what we know about the Titans, where they sleep, what they eat, spawn, mate, hold, shoot, and mate.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兰达和惠子开始整理详细的资料，而这些东西也将成为帝王组织日后的机密遗产。也就是在这期间，两人在日久相处的过程中确定了关系。
夏尔为了再次成为帝王计划的负责人，他在将资料呈上去的同时，也说出了哥斯拉依旧存活的秘密。由于事先曾答应过惠子不讲出来，但他明白，只有让军方知道怪兽的可怕，才能作为条件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诚如他的推测，将军在知道核弹无法解决哥斯拉后，再次任命他为帝王计划的负责人，并保证了惠子和兰达两位博士在帝王组织的权威地位。时间回到2015年，在哈萨克斯坦的某个废弃的工厂，由老年肖尔带领的小队来到了这里。原来这就是当年惠子遇险的工厂，但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只有肖尔知道。而且根据时间线推断，1952年的肖尔是36岁左右，如今2015年的他明明已经百岁高龄，却并没有出现过度的衰老，这一切或许都与曾经的经历有关。自从凯特几人和帝王组织达成协议，找到了黑妹，他们便开始继续寻找失踪的父亲。Going a little stir crazy in here. 不成想，在帝王组织的档案室，凯特发现了一份关于中年肖尔提交的报告，上面指出了三浦惠子遇险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失踪后被判定死亡的推断。众人继续讨论，随即判定凯特的父亲应该也去了那里。于是，在帝王组织的帮助下，他们也来到了那个废弃的工厂。Over there.众人拿着手电一路朝里面排查，就在这时，大胡子脚下突然传来一阵脆响。等黑妹仔细查看后，发现只是动物的躯壳。接着他们便看到周围爬满了这种躯壳，虽然都是空的，但众人也意识到了危险，因为这种类似昆虫的东西一旦蜕皮，就意味着表皮无法适应身体的增长，它们可能会长得越来越大。知道了前方随时有危险，但众人还是一致决定继续前行。不久后，他们来到了一处比较空旷的地方。只见在这里的中心区域，赫然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大坑洞。It's a portal. It's an entry point. 与此同时，大胡子等人竟在附近发现了不少炸弹。还不等他们排雷，桑吉拉带着反派小队突然出现。人数的不足让凯特几人陷入了被动，好在这里目前由肖尔掌控，没有他的指令，小队并不会对几人下手。Let's talk. Kate. Just you. 肖尔将凯特单独叫到了里面，在这里他告诉了凯特一个秘密，那就是他发现了在地底下还存在着一个不属于人类的世界。他也和三浦惠子以及威廉兰达曾侥幸进去过，所见所闻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地心世界的神奇远非想象，肖尔之前身体的状态就足以证明，但里面的恐怖也同样让人毛骨悚然，说出来恐怕没人会相信。老年肖尔表示，他现在做的并不是针对哥斯拉，而是整个地心世界，他要把地心通往地面的每个通道都封起来，否则一旦里面的东西大批量出事，对于人类那就是灭顶之灾。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出这种方案的正是三浦惠子博士，不知道是不是地心世界的出现改变了他的想法，但总之保护他一开始就是自己的职责，他现在所做的一切也只是在惠子遇险后完成他的遗愿而已。随着肖尔下达了引爆的指令，众人迅速开始撤退。 The hell was that? Something's coming. 不成想关键时刻，一只类似于昆虫的怪兽突然爬了上来。Don't let go of me！ 两人也因此掉了下去。
从深坑掉下去的老年肖尔和黑妹直接来到了地心世界。因为入口还没彻底关闭，所以眼前的这片区域被各种电流所包围。好在最终俩人跑出了这片危险的范围，如今凯特还不知掉到了哪里。俩人冷静过后，准备先找到凯特再说。 I just want to find Kate. We will. We will. Come on. 同时肖尔也讲述其曾经发生的事。当年三浦博士失踪后被定性为了死亡，没想到他还遗留下来了一个儿子，也就是未来凯特的父亲。这个男孩后来被南达收养。当时肖尔作为见面礼还送了一把小刀给他。I want you to keep it safe for me, okay? Just until I'm back. Yeah. Takes after his mother. Yeah. 紧接着就是帝王计划试验的开始。原来兰达和肖尔意外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连接地心世界的入口，不过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在地底下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此事很快惊动了军方，他们准备派人下去一探究竟。于是在试验前夕，军方的各界大佬纷纷来到这里参观。 Watch your heads, gentlemen. 肖尔以及另外三个人被选中，他们将代表人类踏足怪兽的世界。而这次行动也被称之为沙漏行动。军方先利用伽马射线模拟器吸引地下的怪兽，等他们爬出到一半再迅速关闭。随后肖尔等人乘坐圆球设备跟踪对方进入另一个世界，计划是好的，但没想到真正实施起来却出现了问题。只见当圆球猛地冲进被怪兽打开的入口时，一股巨大的能量突然从地底冒了出来，顷刻之间整个试验基地被彻底摧毁。当一切安静下来后，一众人彻底与肖尔等人失去了联系。What the hell happened? I don't know. 时间来到1982年，也就是20年后，某处神秘的基地内，一群身着防护服的人走进了帐篷内，里面赫然躺着已经失踪了20年的肖尔。诡异的是，他与20年前没有丝毫变化。不明所以的他还以为自己遭遇了绑架，于是趁着照顾他的护工不注意，直接挟持了他。那你就在他呼喊着兰达的名字时，一个男人突然走了进来，说道兰达已经死了。他让肖尔冷静一下。 Uncle Lee。原来眼前的男人就是三浦惠子遗留的儿子大志。 Welcome home。 虽然肖尔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但也不得不继续留了下来。
They sent you in here to talk to me, huh? Think I'll open up to you? Yes. You're my Uncle Lee. They just want to know what happened to you. 当大致询问他二十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肖尔的记忆缓缓展开。他表示，当时他们几个人平稳降落后，似乎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其中一人不幸坠亡。他本想联系控制中心，但就在这时，一头恐怖的巨大生物袭击了他们，其他几人瞬间死亡。就在他也即将遭遇不测时，一股巨大的能量突然出现，他和那头怪兽一起被吸了进去。等再次醒来，才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地面。得知这些的大智也告诉肖尔，他的母亲惠子死后，兰达也在骷髅岛遭遇不测。如今他们三人组只剩下了肖尔，而现在怪兽的频频出现，或许也与他们之前的所作所为有关。他希望肖尔不要再去惊扰这些怪兽，并打算将他安排进一家疗养中心，然后平稳地度过一生。Some beasts are best left undisturbed. I'm sorry.就这样，肖尔接下来的时间一直都在疗养中心度过。而他也亲眼见证了哥斯拉与穆托的惊世大战。愤怒的种子也就此埋下。时间回到现在。凯特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了地心世界。可还不等他思考这是哪里时，一头体型较小的怪兽突然快速地冲了过来。关键时刻，一枚箭矢直插怪兽的眼睛。当惊魂未定的凯特转过身去，却震惊地看见自己的奶奶三浦惠子慢慢地走了出来。Can you walk? 诡异的是，她的年纪与几十年前没有丝毫变化。然而惠子并不知道，眼前的女孩就是自己的孙女。因为怪兽都有自己的领地意识，为防止刚才的怪物再次返回，惠子带着凯特迅速离开了这片区域。然而在行走的过程中，惠子却将凯特认成了来自于帝王组织的搜救人员。原来他的记忆还停留在五十多年前掉进这个世界的那一刻。看来这里的世界与地面世界的时间流速有很大的差别。看到惠子奶奶将自己误认为了搜救人员，凯特准备解释一番，就在这时，不远处的叫喊声打断了两人的话语。Oh my God！ 原来是黑妹找了过来，劫后余生的两人急忙上前拥抱了彼此。与此同时，老年肖尔的声音也在不远处响起，他轻喊了一声惠子，可惠子却并没有听出他是谁。不得已，老年肖尔只能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并反问惠子现在是哪一年。惠子表示，现在是1959年，距离他掉入这个世界已经过去了57天。可肖尔却告诉惠子，他们是从2015年的时间线来到了这里，并非过去了57天，而是将近57年左右。自己之所以不敢露面，也是怕惠子一时无法接受他苍老的面容。听到这里的惠子也意识到了什么。Oh, the gravitational distortion, some warping of space-time.看到惠子一时无法接受，
老年肖尔还是走了出来，用真实的面容见了见这位老朋友。作为曾经的铁三角，在看见肖尔容颜的那一刻，惠子还是忍不住流下了悲痛的眼泪。It's you. 确定肖尔的身份后，惠子询问兰达在哪，虽然知道结果很残酷，但肖尔还是说出了兰达已死的事实。得知这一切的惠子彻底崩溃。看着万分痛苦的奶奶，凯特上前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并表示他的父亲大志还活着。得知儿子健在，惠子的内心终于有了一丝波动。接下来，惠子将几人带到了自己一直生活的地方。在这里，肖尔看到了一个伽马射线模拟器，惠子表示他修改了其中的程序，也一直利用这个东西在向外界求助。看着模拟器，肖尔认为他们有了可以出去的办法，而惠子也向凯特打听起了儿子大志的情况。 Tell me about him. He's a family man. 是的，没错，大志的确是个顾家的人，只不过顾的却是两个家。画面来到地面世界，此时的大志已经主动回到了东京的家。或许是顾不过来了，他正在与健太的母亲协商离婚事宜。听闻此话的女人虽然伤心，但最终还是大度地答应了他。只不过他告诉大志，私をどうしようと、あなたがこの子の父親であることはこれからもずっと変わりないんです。找了一年，终于找到了父亲，等来的却是父母离婚的消息。有些难过的健太来到了酒吧借酒消愁。就在这时，帝王组织里的大胡子突然找了过来。乾杯。Not usually a big whiskey guy.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他拿着一份资料告诉健太，帝王组织在伽马射线暴里发现了一个有规律的信号，他认为是有人在从地底的裂口处向外传达求救信息，最大的概率就是肖尔和凯特几人。然而如今的帝王组织只关心怪兽的一举一动，并不想分散资源去拯救肖尔他们。 Look at the scale of what we are trying to stop. My hands are tied. 所以想要弄清楚肖尔和凯特等人是否还活着，他需要健太父亲大志以及其他人的帮助。 Hello, Hiroshi. 俺の助けが欲しいって言ったじゃん。画面再次回到地下世界。或许久别重逢，老年肖尔一路向惠子讲述了所有发生的一切，包括威廉南达的死，包括如今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惠子也说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这里并不是怪兽们真正生活的地方，而是介于地心世界和地面世界中间的位置，就像一条隔离带隔开了两个世界。几人就这样一路聊着，将伽马射线模拟器抬到了当初军方试验沙漏行动的地方。也就是肖尔1962年第一次进入这里的位置。看着曾经的飞船完好无损，肖尔离开这里的信心倍增。按照时空扭曲效应，即便外界已经过去了50多年，这里也只不过过去了几周而已。诚如他的推测，驾驶舱依旧可以运转，接下来只需要将伽马射线模拟器与驾驶舱连接，激活模拟器后随便吸引外面的一头怪兽。按照肖尔的经验，他的出现势必会打开连接地面世界的入口，到时候众人就可以通过裂口顺利地离开这里。Billy's gone. We
Whatever's out there, it's not my world. You still have work to do up there. And we need you. Now let's move our asses and get out of here. 计划是好的，可实施起来却并没有那么顺利。因为就在伽马射线模拟器激活的瞬间，一直居住在这片区域的李子龙突然察觉到了辐射的能量，只见他一个纵身就飞了过来。眼看危险越来越近，突然仪器监测到射线风暴内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物体。还不等里面的生物走出来，李子龙裹挟着强大的风力瞬间刮开了模拟器的连接线。而随着模拟器的停止运行，射线风暴内的生物也停了下来。眼看李子龙越来越近。在李子龙准备一口吞了他们之前，将两根线重新连接了起来。只见在射线风暴里面传来了一阵吼叫声。紧接着，怪兽之王哥斯拉就霸气地走了出来。感受到领地被入侵的李子龙突然从一侧攻了过来，两头怪兽瞬间缠斗在了一起。随着原子吐息的喷发，李子龙瞬间失去了招架之力。哥斯拉随后将其扔进了射线风暴内。当连接地面世界的入口被打开，一股强大的吸力突然喷涌而出，眼看驾驶舱就要被吸进去，惠子急忙呼喊肖尔上来。虽然肖尔用尽全力抓住了惠子的手，但在强大吸力的撕扯下，这对阔别已久的老朋友不得已再次分散。随着驾驶舱来到了地面世界，当惠子几人打开舱门后，却看见这里早已被一群全副武装的人所包围。就在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时，凯特的父亲突然走了过来。原来是健太和帝王组织里的大胡子拿着数据找到了大智。He thinks Kate could be alive. How? Monarch won't help. No, with something like this. Monarch isn't the only game in town. 然后又找了一个愿意提供资源的公司来寻找凯特等人，最终利用大智的推断找到了这里。随着凯特的介绍，大智终于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妈妈，大きくなったね。ごめんね。就在这一家人团聚时 ，APEX 研究公司的人突然走了过来。他需要评估众人的身体状况，以及了解地下世界的信息。原来赞助资源寻找凯特等人的就是他们，而这个 APEX 其实也就是后来制造机械哥斯拉的公司。如今距离凯特等人掉进地下世界，其实已经过去了两年。2 years. 随着警报的响起，凯特才发现这里并非人类所在的城市，而是金刚所在的骷髅岛。这次帝王世界怪兽遗产第一季全部完结，
感谢大家的观看。